说我觉得过那纪录片那钱儿也不是大问题，你如果想要给孩子创造点啥，那就是从影响上让他一提特别能够抬得起头来，这就是你给孩子就最应该帮的一件事。你如果在你的工作当中，你也应该发现呢，这是个屁，是你说多了吧，他就说啊，你看这个我大白兄弟这事，我说你玩你也提啊。他这个他的理论吧，永远都是啥、啊？我现在想，我是现在想，以后想，对不对？我说现在不值得你去做啥、啊，你把那个其他的机构的你给撤了。我现在嘛，我说实话，我也不值。我知道了，他是那个病了。我说你还玩不玩？等我到时候病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说大来了以后又跟我说这嘛。比那个现在和那个
个人权利都审判该怎么搬出来是最好的时候啊，国内不让国内不让往哪走，是俄罗斯和香港差价一个点的来回换率啥的，你现在就希望那个韩国价格低，国内价格高，然后出现这种情况，就三十分钟，就三十分钟，我进去哗哗哗弄，帮我弄完了，我一人赚的钱，就三十分钟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八折，那往里骗，骗子就一两回骗了，完了后来我喊，你再这样再把这个单子还给我。我公司当初也给你借过去，倒了，像像我也没有借房子，当过出租车，完了我在租，就是在房子有租，我在租。反正永海他那边那个不是他的姐姐，不是那个。瓦图姐那边不是看了吗？没多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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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你玩儿你也提啊。
他这个他的理论吧，永远都是啥？我现在想，不是现在想，够了，刚才困了，对不对？我说现在不值得你去做啥了，你把这个其他的都让你弄回去。我现在嘛，我说实话，我也不值。我知道了，他是那个病。其实说你爱玩不玩，等我到身体不行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大哥大来了以后又跟我说这嘛，
韩国价格比国内价格的一千瓦的出现一种情况，就三十分钟，就三十分钟，我进去啪啪啪弄，帮我弄完了，我一人赚的钱就三十分钟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八十分钟，能往里存钱，因为网银有限嘛，就一两分钱。完了，后来我买房，我说你再这样再把这个事儿，我必须当会员，直接给你借过去。我倒打，像这也是，借房子当会员，出了不对，完了我再租，就是这个房子有租，我再租去。他那边他那边那个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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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没事啊，我们家不管，我们家不管你啊，让我们学会了非常的学会这个苏联来来来来所有的物流都那么样，就我跟你讲，每一个物流抓起来之后的效果都开始不一样。关键是，他们就刚给使馆的小组给发了个单，现在嘛，我说实话。
完了，后来我买房，你在这样。
你要是病了生病干啥？只要广告上把这些花都有。
我在那边也不能。
瓜熊姐那边看了吗？都看不到。什么？谁干的？今天过？谁干今天过？
去一点。就是他这个事儿，他能用这么长时间，这次无论怎么也不能大胆休息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有点儿劲儿了。就像别人的注意力影响他这一个梦吧，其实也不太好，也不太那么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那个调的那个紫蓝的什么的，我拿来。说的对，有的时候你是给你主人，那就说你哥，啊，你带带呀，这或者是什么什么，这一段就这个，你得首先啥的，人是这样。三观不同，办不了事儿。所以我不知道你这理不理解这些啊。知道，现在我明白了。知道，咱俩不在一起了。我觉得你很差，有事儿啥的也在做，啥都在做。对，了，这东西吧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自己先做了，做了啊，有点儿要了，是不是？出了问题开始。开始开始开始非得跟谁谁做的是啥呢？你首先得有这个价值观什么的，是吧？我想办的，我总是这个和这个工业也好，还是什么其他的扯在一块儿。那你这个本身你想走的是什么，是吧？你想走的就是那个路是我那个刚来的时候我也走的路的嘛，是不是？什么快餐啊，我不管这个啥，但那个路我就想来就是不然。人走上这条路不想走正道，走的人间正道是正道嘛，是吧？所以，其实我就有这些，就是你刚才说的，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走的路。有的人他有趁着机会一直摆着，还是拼命的去赚钱，他的那就是他的想法跟爱好，他不赚那个钱，那你觉得没意思？啊，那我。价格观不一样，像那个你像做轮胎，他这挣完钱就知道上海块买的少了，这块儿买房子还能保本，是吧？他就这样，他看不着再去挣别的东西，我应该是说更多的是吧？还是投资是吧？这一道啊。每次跟你喝都喝慢点，太快了。现在酒量，来你先来。那就好了，这个。喝酒量，比那个现在喝那个前根啥的都行啊，该怎么了？搬出来是最好的时候啊，喝点。国内不让往哪走，就是俄罗斯和香港，差价一个点。来回换率啥的，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韩国价格低，国内价格高，一天晚上就出现这种情况，就三十分钟，就三十分钟，我进去哗哗哗弄，帮我弄完了，我一人赚七八分钟，就三十分钟，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八折，那往里头，你就往里头骗嘛，就一两回就这样。完了，后来我说你在下面再把这个单子放给我，我公司当时也给你借过去，到我账上，上面现在也没有，借款的单子到我账上，对，完了我在公司就是这个，还掉就是公司，我在公司。Thank you.
服务员，那个，
挺挑的那个，紫兰的什么的，我拿来。说的对，有的时候你是给你主持的，就说你哥，啊，带带呀，这或者是什么什么，这一块儿就这个，你得首先啥的，人是这样，三观不同，话不了事儿。所以我不知道你这理不理解这些啊。知道，现在我这东西吧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自己先做了，做了啊，有点儿药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有什么问题该怎么？该怎么？也不一定说非得是自己先做，这是啥呢？你首先得有这个价值观是吧？是吧？我想干的，我从事这个和这个工业也好，还是什么其他的扯在一块儿，那你这个就是你想走的是什么，是吧？你想走的最终是那个路是我那个。刚来的时候我也走那条路的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快太难，我不能管这个拿手。但那个时候，我就想来就是不然。人走上那条路不想走正道，走那天正道是正道嘛，是吧？所以，其实我就有，其实他说的，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走的路，有的人他有趁了知识给你拿百个亿，还是拼命的去赚钱。他的内部他的想法跟爱好，他不赚那个钱，对你这些人没意思。长期的话，价值观不一样。像这个，你像说龙海。他这挣完钱就知道上海块买的少了，这块买房子还能保值，是吧？他就这样，他看不着再去挣别的东西，我现在应该是说更多的是吧？还是投资是吧？这一道啊，这一道，每次跟你喝都喝。慢点，太快了。现在你让你，来你接来。来来来。好，那个，你说那个用的聊，比那个现在我看那个，前根啥你都行啊，该怎么了？搬出来是最好的时候啊，我得搬出来。国内不让往哪走，就是俄罗斯和香港，差价一个点多，来回换率啥的。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韩国价格低，国内价格高，然后晚上就出现一种情况，就三十分钟，就三十分钟，我进去啪啪啪弄，帮我弄完了，我一人赚七八分钟，就三十分钟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八九分钟，能往里出钱，你说骗吗？就一两分钱一样。完了，后来我买，说你再这样再干。我必须当初也是直接给你借过去，倒了。像这也是，借款的时候到后来出了不对，完了我再租，就是这个房子有租，我再租是另一个。我看罗海他那边儿那个，他那边也不那个。瓦图姐那边不是看到了吗？没多少，十月过，这个今天过，今天过，今天过。没事啊，我跟你讲，不管了，我跟你讲，不管了，让我们学会了，这两年很多了，学会这个，十五年，来来来来，因为啥？物流嘛。
有点要了，是不是？出了问题，该怎么？该怎么弄？也不
不一定说非得跟这些人做的是啥呢，你首先得有这个价值观是什么，是吧？我想办的，我总是这个和这个工业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扯在一块儿，那你这个就是你想走的是什么，是吧？你想走的就是那个路是我的那个刚来的时候我也走的路的嘛，是不是？什么快餐呢，我不管这么大的，但那个路我就想来就是不然，人走上那条路不想走正道，走那些正道是正道嘛，是吧？所以其实我就有一些他说的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走的路，有的人他有寸的知识跟你差百公里，他还是拼命的去赚钱，他的那就是他的想法跟他爱好，他不赚那个钱对你觉得没意思。长期的话，赚不上。价格观不一样，像那个你这样做轮胎，他这挣完钱就知道上海块买了多少轮胎，这块买房子还能保值，是吧？他就这样，他看不着再去做别的东西，如果现在应该是说更多的是吧？还是投资是吧？这一道啊，这一道。每次跟你喝都喝慢点，节奏太快了，现在尽量来，来你先来，来来来，这好了，这个能把那个六九幺写的那个，现在我看那个墙根啥的都行啊，该怎么了，搬出来是最好的时候啊，我得搬国内不让黄拿走，就是俄罗斯和香港差价一个点多，来回换率啥的，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韩国价格低，国内价格有一天晚上出现一种情况，就三十分钟，就三十分钟，我进去哗哗痛，帮我弄完了，我一人赚了7万，就是三十分钟，那个时候就成了八十分钟，能往里出钱，你说你骗吗？就一两分钱。完了，后来我买房，我说你再这样再把这个事儿，我必须给你借过去，倒掉，像这眼睛，借房子，倒掉，对，完了我再租，是那个房子有租，我再租去。他那边儿那个也不能那个那边儿出，姐那边不是看到了，什么？没事儿，不用管，没事儿，今天管。没事啊，我讲不管，我跟你说不管，像我们学会的非常简单，全会这个4、5年，来来来来，那还有好啊。
所有的物流都那么样，就我跟你讲，那个物流抓起来之后再再说都在这里。关键是，他们就刚给使馆的小组给发了个单。走上
나는 뭐야?
Thank you.
吃个鱼喝的都慢点，太快了。来，来，你先来。来来来，那就好了。写的比那个现在拍那个全根啥你都行啊，该整了。搬出来是最好的时候啊，昨天不让往哪走，就是俄罗斯和香港差价一个点多，来回换率啥的。我现在希望那个韩国价格低，国内价格高，昨天晚上就出现一个情况，就三十分钟，就三十分钟，我进去大花花痛，帮我弄完了，我一人叫的情况，就是三十分钟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大人，那往里头，一个网一个骗子，就一两个接着一下。完了，后来我喊我说你在下面再把这个单子还给我，我必须当货源，给你借过去。我就应该放了一件事，你如果在买房的时候
是，一说多了吧，他就说啊，你看这个我大白兄弟这事儿。我说你玩你也踢啊。他这个他的理论吧，永远都是啥、啊？我现在想，不是现在想，以后想，对不对？我说现在不值得你去做啥、啊，你把这个其他的都得到你准备去。我现在嘛，我说实话。我也不知道你爱玩不玩，懂不懂？我跟你说，你大哥来了以后又跟我说这嘛，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
韩国价格比国内价格高，然后在韩国出现一个情况，就三十分钟，就三十分钟，我进去哗哗哗弄，帮我弄完了，我一人赚的钱就三十分钟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八折，能往里存钱，因为网银很骗嘛，就一两块钱。完了，后来我买房，我说你再这样再干，我必须当会员，直接给你借过去。倒掉了，像这也是有借房子，当会员出了最惨，完了我再租，就是这个房子有租，我再租去。他那边他那边那个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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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还玩古玩，懂古玩分析这个玩意儿。
跟你说，我老大来了以后又跟我说，这房子欠钱，这房子房子都不是这样的。我先闭眼睛。
吃完了我再租吃的这个完了，这。
在人民币吗？那东西不一定说他那一辈子就干这个东西，但是得一个阶段。现在那边不是看了吗？
正儿八经的事儿，你得看，得这，
Gracias.
现在我们打不了，现在不能赶紧拼一点。